等下啊，我等陈恩 connect 一下他声音，他声音还没有 connect 到。你看一看课本啊，这是 Form 3课本啊，connect 到了，这是 Form 3课本的第24面啊，大家，OK？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的东西，我也是 highlight 了啊，之前你要有题目，哦，可答当然，不然就什么什么啊，Button 就是这一个，所以啊。你挨个你带颜色进去，要不然你就要用那个点点点点点点点，比如说啊，这个就是点点点，然后横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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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横线横线啊，打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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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哈，geography 老师啊是会教大家带颜色进去的嘞，画这个也好，画那个 chartapai 第一课的那个 bar 啊那些 graph 啊也好，是会有用到颜色。你看到吗？Button 就啊，用颜色是比较方便的。OK。然后，这个是 button 就了，你要写起来咯，哪一个颜色代表什么，你就不用像我刚才讲啊，每个格子写啦，OK？然后还有 zoom 那个 seluruh 整体几多要写啊？看到吗？这个是在讲游客，说 zoom 那 blanjong 是将多，刚才那个是给我们画的东西啊，是在讲这个 kegiatan ekonomi 啊，它不是什么总数啦，没有总数啦，这一个就是。这样就不用写 Joomla 了，OK？没有总数的就不用总数啊，它画出来就是这样，OK？你看这一个题目啊，它没有，它有写 Dajo，它没有 Bertunjo，但是它有写在里面 Bertanian 啦、Berlancongan 啦、Berkhidmatan 啦这些咯。我建议你跟着课本的啊，你把 Bertunjo 写在旁边啊，在 graph paper 上面那边，OK？就是写在这个地方就对了，跟着课本。哦，不要跟这个啊，跟课本啊，课本就是把它写出来，写在旁边啊，写在旁边这样，知道吗？所以你看啊，那些资料全部都要修出来的。那个资料包括什么啊？那个资料包括啊，八仙律咯，我们刚才算的角度咯，还有这个每一个格是什么东西，你全部要写。然后这个画已经画了，不用再写了。你要写的真正的是巴拉多啥几多八仙，是你真正要写的。这个就放在 Bertunjuk 那边，说全部资料都已经显示了咯，你看到吗？哦，OK 啊，说你要写的不是写这个啊，你要写的是巴仙率啊，40%啊，20%啊，18%啊，这样啊，OK 啊，那是课本的，你可以看一看，重要的东西啊，chartapai 来做么？OK，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一个字啊，它的 bahagian。这个把它跟 C 先，它的题目，OK，这个啊，这些是 sumber hutan 哦，sumber hutan 森林资源啊，apakah jenis industri 啊 hiliran yang dapat dikaitkan dengan sumber hutan di atas，看下什么来的啊，OK，有什么工业呢，可以跟这些 sumber hutan 扯上关系？它是讲 OK 有什么呢？就是边缘的工业，就是跟它有关的工业。Industry 是木来的吗？对不对？森林资源木啊，Industry pembuatan perabot 咯，做家私的咯，好、哦、，Industry papan lapis 三甲板啊，这三甲板也是做家私的啊，好、哦，就可以拿来做各种东西啦。Industry craft 档案手工艺品的工业，你看这个是藤来的，手工艺品的工业也是可以，家私也是可以哦，三甲板，所以这个是 Jenis。这个是 industry hiliran 了咯，知道吗？跟木有关的 industry hiliran，OK？接着啊，他讲哦，namakan dua kawasan di Pulau Borneo dan Semenanjung Malaysia。大家，其实 Pulau Borneo 是哪里嘞？哈，是这个那个狗头哦，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加埋下面啊，这是 Pulau Borneo。所以他讲，在这个 Pulau Borneo 还有 Semenanjung Malaysia，就是西马我们这边啊。啊，有什么地方啊是因为这些资源而出名的？砍木的地方你要找砍木的地方啊，OK？三大干有很多，三大干沙巴州的话就是三大根，还有彭亨州中间啊，Pedalaman Pahang 彭亨州的内陆地区，森林来的全部，OK？OK、okay? okay、啊，接着啊，huraikan peluang pekerjaan yang dapat ditawarkan。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什么就业机会啊？通过这一些资源啊，开拓这些森林资源，会有什么就业机会呢？啊，做砍木的咯，伐木工人咯，对吗？加劳力的咯，很多，是不是？所以我们看一下，啊，本巴拉就是伐木工人，
本曼都罗里加罗里的人都刚刚又工匠也可以本恩达利真的啦操纵那一个产尼吉那些的人啊，本乌萨哈罗旦做藤的人做藤的生意的人啊看到吗啊，这些都是跟森林资源有关的职业 OK 你要读一读啊答案啊好接着去啊 Jelas kan sejauh mana putaran bumi 还有 peredaran bumi 啊memberi kesan pada cuaca dan iklim 地球的自转这个啊自转自转还有 peredaran bumi 公转地球的自转还有公转啊它怎样影响我们的气候还有气候、哦、影响带来什么影响啊对我们的天气还有这个季节气候这是这个 啊有什么影响呢啊地球的公转自转 OK 这个有点长因为它是十分的我们大家一起看啊做一个复习这样啊 OK OK 不达兰不密首先我们讲自转先不达兰不密 dari barat ke timur地球的自转从西边到东边导致太阳在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哦、导致 matahari terbit di timur dan terbenam di barat OK、啊、它从 barat 转去 timur 的啦那个地球的自转所以太阳看起来、哦、就是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这个是升起啊 terbit 啊你要记得哦这个是落下这个改天科学还会有因为你改没有 geography 嘛、哦、不过科学还会有 OK 第二啊哎啊接着啊 semasa bumi berputar 地球在自转的时候啊 permukaan bumi yang menghadap matahari 改我们讲到 menghadap 就是面向哦面向太阳的那一面啊那一面地球啊那一面地球 akan menerima siang OK 它将会迎来白天siang 是白天然后呢 manakala yang membelakang matahari 背向太阳的那一面地球哦背向太阳那一面将会迎来晚上哦 OK 所以白天晚上哦这个也是跟天气有关嘛对不对太阳没有太阳嘛 OK kejadian air pasang dan air surut 啊大家涨潮跟退潮跟月亮有关啊其实是跟月亮和太阳的地心引力有关的。Kejadian air pasang air surut. Air pasang 是涨潮。涨潮。OK, 涨潮啊。Air surut 是推潮。所以涨潮推潮 ,OK, 是的现象啊 ,Kejadian 可以讲是现象。啊这个现象啊是因为引力 ,Tarikan gravity 啊地心引力啊。Gravity 是地心啊 ，bulan dan matahari 你就讲到了哈，这个月球跟太阳的这个地心引力，所以因为我们围着太阳转嘛哈，就是会受影响咯。所以涨潮退潮是怎样的吗？等等哈，他讲 berlaku dua kali dalam tempo 24 jam， 一天内哈会发生两次 ，OK。Peredaran bumi dan bulan 再来呢这个公转啊 Peredaran 给我们讲啊地球还有月球的公转说地球围着太阳转月亮就围着地球转带来 kejadian gerhana gerhana 是月食或者是日食啊月食是这个食嘛哈日食这样他们跟我讲是这个食的哦月食跟日食格哈娜看他讲格哈娜什么咯格哈娜不然就是月食格哈娜 matahari 就是日食 OK jika bumi berada di antara bulan 和 matahari 如果地球在中间啊月亮在这边太阳在这边如果地球在中间啊这样的话 bayang bumi akan jatuh ke bulan 地球的影子就会坐落在月球上好、哦就是讲太阳照射过来这样啊地球的影子刚刚好哦坐落在月球上我们看不到月球咯啊 maka terjadinya gerhana bulan 就导致月食的发生这是月食啊再来
Jika bulan berada di antara matahari dan bumi, 如果这个是地球，这个是月亮，然后太阳在这边，如果月球在中间，他讲 ，OK， 说这里有一小大哈的人看不到太阳啊，这里啊，他看不到太阳，因为月球很靠近我们，月球挡着了，月球再靠近一点 ，OK， 说这个时候呢，啊，巴扬布兰月球的影子就会掉落在地球上啊 ，jatuh pada bumi membentuk gerhana matahari， 就会形成日食。 接下来再看啊 ，kejadian empat musim 四季是怎样来的呢？四季这个现象是因为 peredaran bumi mengelilingi matahari， 地球公转围绕着太阳导致有四季，对吗？你记不记得这个东西啊？太阳，然后我们地球的位置啊，然后十二月的时候它在这边 ，OK， 地球，它在这边，然后它转三月。 六月啊，九月，其实它不是上下左右啊，这个是在我们这样看是后面，这个是在前面，你知道吗？啊，这个是在左边，这个是在右边。OK，为什么会有四季呢？因为哦，地球的中心是斜的哈、啊，这样啊，地球是斜斜的，对吗？它这样转是不是这样转啊？这样转对不对？好、哦、啊，然后呢，北极南极是怎样看？北极南极哈。 它打横其实是这样的，北半球是上面啊，上面北半球，南半球是下面，所以因为它打横啊，赤道是这样的哈，歪歪的。OK， 所以呢，这边比较热啊，你现在你看到吗？上面比较热，这个时候是夏天哦，因为它上面比较靠近太阳啊。这里呢，说上下这两个哈、哦，就是很平均的，这个是。 春天跟哎，冬天跟不是冬天跟夏天啊，哪里有啊？哪里是哪里啊？忘记了。OK， 但是呢，它就是因为它歪歪的原因的关系，吼啊，所以啊，这个就是下面呢、啊、比较靠近这个太阳。OK， 其实哈、哦，三六九不是，这个是十二啊，这个是三月，这个是六月，这个九月，这个十二月是吗？ 倒转了哈，倒转了 ，sorry， 这个靠近上面，哎，哪里比较靠近啊？这就是春天，春夏秋冬，不是倒转了，春夏秋冬啊，十二在这边了，不是啊，呵呵，要看回去那一个了，那个是 form 还是 form 2的是吧 ？OK， 所以不要紧啊，这个啊，你看啊，所以因为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导致四季啊，你要会写啊。 Semasa equinox musim bunga， 这个是春天，春天的时候呢 ，matahari tegak di atas di garisan khatulistiwa， 太阳就准准在赤道上啊，导致呢春天在北半球这个 hemisfera utara， 他写错了啊 ，hemi 来的 ，hemi 这个 ，OK， 所以北半球是春天。 南半球就是秋天，露露啊是秋天，这个是春天啊。OK， 然后 solstice musim panas 的时候啊，夏天的 solstice 啊，那个太阳呢，准准在 garisan satan， 就是地球五条线啊，比较上面的那一条线，赤道上的那一条线。OK， 所以北半球是夏天，南半球就是冬天，这样咯。OK。 等一下，你看一看啊，kedudukan bumi dan semasa equinox 还有 solstice 啊，这个忘记它的月份了，这个有 color 的啦，啊，三月、六月，对了，三六九十二，嗯，三月、六月。 九月、十二月 ，OK， 然后这个是春天，春天是上面春天啊，这样下面呢，下面是秋天，知道吗？跟它相反的 ，OK， 这个讲夏天，木星巴纳时候，那你木星巴纳的巴纳是上面啊，夏天上面，冬天在下面哦 ，OK， 这里讲冬天是哪里呢？上面冬天，因为它远离太阳，太阳在中间啊，在这边 ，OK， 这个是地球。
在太阳的位置，三月的时候在这边，六月的时候在这边，九月的时候在这边，十二月的时候在这边，这样。热气你要记一下 ，OK？OK，、okay? okay, 这一个是刚才这一个讲的，哎，你读一读这个字啊，尤其是它的 bagian 后面那个 bagian C 啊，知道吗？前面的那一座就还好不了，然后呢，前面那几课这些啊，画的啊那些 啊很容易的，你就要读。更加要读 ，OK， 后面的你记到多少多少了？大家今天应该是最后堂 geography 课了，过年回来呢，你会有新的时间表，我会再 send 给你 ，OK？ 等下我们科学课见啊，大家科学课见啊，拜。